要怎样才可以抓住它喷水那一刻呢？然后我的头也要进去。你就直接瞄那边就好了。没有，我在录影。一定要在喷水的那一瞬间，捕捉到它瀑布倾泻了下来的那种感觉。哥，你去哪里呀、啊？回来！那也太大一圈了吧！回来！喷了，就这样哦。它分粉吗？还是水？水珠吧。水珠。可是也蛮，真的看不出来是粉还是。你过去然后跟我讲好不好？我无线电给你。就等你了，史瑞克。而且你要去舔舔看哦，看是粉还是水。这有用吗？而且它会不会过来舔它？妈干粉给我干！行之有年，应该不会了，可能是破坏一点，是应该是国外的。那动作实在是有点慢。